早七点，问冷暖就在第一时间。各位早安，我是龙阳。各位早上好，我是战东。今天是2019年3月28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大清早打开电视收看我们的节目。财政部等四部门26号发出通知，提出降低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新能源货车的补贴标准。新政对消费者最直接的影响呢，就是购车的补贴变少了。按照新的规定啊，购买新能源车将按照续航里程的不同，补贴逐级下降。那么以乘用车为例哈，续航里程呢在250公里以下的车型是取消补贴，那么续航里程在250公里到400公里的车型呢，补贴下降幅度最高达到2.7万元，补贴最高退坡60%；续航里程大于等于400公里的车型，补贴退坡达到50%。此外呢，新能源货车的补贴下降幅度也都超过了50%。一些车企就表示可能会调整产品的价格，而另外一些车企呢，则表示可以替消费者买单，全额兜底减少的补贴额度。那么虽然车型的补贴降低了哈，但是新规同时也指出，国家呢将变补贴车辆为支持充电站建设，改善用车环境，提高新能源车的使用便捷度。不知道这次新政会不会影响到你的购车计划，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你还有什么样的建议呢？欢迎各位拿出手机打开摇一摇，参与到互动讨论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下你的观点，稍后节目当中也会有详细报道。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摇一摇参与到我们的抽奖送书活动，每天都有免费的50本好书在等着各位。那今天的节目您将还会看到以下的主要内容。共同命运，共同行动，共同发展。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开幕式今日举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上海古轩堂以投资培训为名非法荐股，注册会员超过3000人，非法经营额4130多万元。投资培训机构鱼龙混杂，警方为您支招辨真伪。新能源汽车补贴大幅退坡，车企自掏腰包暂不涨价，补贴政策转向基础设施建设，加速相关产业调整。智慧农业打造农业生产新业态，无土栽培提质增效，助农增产增收。今日春耕走一线，记者来到广东惠州，带你看看科技如何助力农业。首先我们来聚焦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今天上午将举行年会的开幕式，现场有哪些亮点，与会各界对此次开幕式有怎样的期待，马上来连线正在海南博鳌现场的记者张然。张然，早上好，现场有什么观察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早上好，战东。你也可以看到今天早晨的天气特别好，就在刚刚太阳也升起来了，预示着美好的一天即将开始。那正如你刚才说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的年会今天正式开幕，而在我现在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博鳌亚洲论坛国际会议中心主会场的门口。再过大约3个小时的时间，包括老挝总理卢森堡首相、韩国总理都将从我身后的这个广场进入到主会场，聆听开幕式的内容。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将应邀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也是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博鳌发表主旨演讲、提出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举措1周年。因此呢，与会的各界嘉宾也纷纷向我们表示啊，他们非常期待今天开幕式上将传递出怎样的信号。那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议程啊，我也粗略的处理一下，发现今天大概有20场论坛，也是满满。在这些论坛中呢，我们也发现有一场是非常的引人注目，那就是青年领袖圆桌了。这场论坛呢，将由我的同事李思璇来主持，他也是我们央视财经频道和博鳌亚洲论坛组委会多年以来合作的一场论坛，是一个保留项目了。那今天这个论坛的主题呢，将聚焦被科技绑架的阿尔法一代。而这场论坛呢，今年也算是有一个小小的升级和亮点，因为我们邀请到包括中国在内的11个亚洲国家的青年领袖来出席。而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论坛的议题设置有一个有意思的词，叫做阿尔法一代。这个概念其实呢是由联合国提出的，它是指2010年之后这段时间出生的这一代小朋友。这些孩子呢，也就是我们中国人所习惯说的这个10后了，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他们未来的生活、教育，包括甚至于感情，都将被这个科技所深深的渗透。因此呢，将如何处理生活与科技之间的关系，在这个日趋有一些分歧的大背景下，如何去寻找共识，我们也非常期待这些来自亚洲的青年领袖将给出怎样的看法。那么除此以外呢，我也看到在今天的议题设置上有一系列比较新锐的话题，包括像 5G 啊、无人车这样的充满科技感的话题。除此以外呢，还有一场关于女性的论坛，我个人也是非常的关注。接下来的一天时间，我和我的同事将从博鳌出发，分别在电视和新媒体平台为大家带来进一步的报道。张东，我这边情况就是这样。好的，好的，谢谢张然从博鳌现场发回的报道。昨天下午，在博鳌亚洲论坛举行的一场由财经频道对话栏目录制的论坛上，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亚庆表示，要不断推动国有企业改革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并欢迎民企、外企参与到国企改革当中。在这场论坛当中啊，国资委主任肖亚庆是提出啊，目前央企的公司制改制已经全面完成，而针对现代企业制度不健全的问题呢，正大力推进外部董事占多数的董事会建设，未来要在市场化的选人用人、强化中长期激励方面下功夫。现在已经有46家中央企业对3300多名经理人实行了契约化的管理，在控股的81家上市公司实行了股权激励。此外，针对国资监管存在的问题，国资委一方面取消下放授权了一批监管权力，另一方面不断强化重点领域的监督，加大违规责任追究力度。肖亚庆指出，所有的改革措施都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式的、合作式的。国有企业在混合所有制改革、重组整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产业转型升级等方面，与民营企业、外资企业之间都存在着许多发展的契合点，拥有广阔的合作空间。我们真诚欢迎各企业积极参与到国有企业改革的进程中来。国资委主任肖亚庆对民企、外企发出了邀请，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中国企业如何应对，又如何通过合作实现共赢？在财经频道对话栏目录制的这场论坛上，来自企业界、学界的多位嘉宾也做出了回应。其实很多人都在讲说，对外这个大门开得越来越大，哈，中国的企业就受到一种这种压力。但是我觉得我们可以回头再看，我们在加入世贸以后，中国的企业当时媒体都说狼来了，狼来了，但实际上结果是我们中国的企业越来做得越好。扩大开放能让老百姓享受更多红利，但与此同时，中国企业也面临竞争。专家表示，中国企业要进一步发挥比较优势，更要修炼好内功。咱们的企业呀，我想第一呢，必须要重新学习一些国际规则，包括知识产权的保护。从前呢，也许做得还不够，现在呢，不行了。你们门开得越来越大，所以我们自个儿的企业必须提前做好功课。作为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混合所有制改革备受市场关注。参加论坛的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嘉宾都对国企混改充满兴趣。有兴趣啊，这种国有企业有很多好的产品、好的资源，作为这个民营企业是啊，看着都眼都睁大了。The Chinese economy is a huge economy, so I think there's clearly great interest among foreign investors in China. There's plenty of opportunities in China. I think the key thing is to take a long-term view of the opportunities. 聚焦热点事件，搜索实时新闻，先来走进咱们今天的新闻热搜榜。今天上榜的一共有这样3条新闻：应急管理部门将开展新一轮安全生产巡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昨天下午，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情况，制造业将受益最大。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通知，提出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好，首先来关注本组新闻的第一条。3月27号，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召开加强安全生产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工作。当前最要紧的是要把突出的隐患排除了解决掉，把真正的重大风险控制好，研究解决影响安全生产的基础性源头性的问题，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近期新一轮安全生产巡查即将启动，要把危化品安全作为巡查重点。会议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安全隐患集中排查整治，要督促市县监管机构对查出的风险隐患盯住不放，确保整改到位，要组织专业力量严查差乱小企业，督促所有危化企业对各个环节的岗位责任、管理流程、操作规程进行自我检查、自我整改。近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发布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新政将于4月1号起实施。昨天下午，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了深化增值税改革的有关情况。财政部副部长程立华表示，此次深化增值税改革，制造业将是受益最大的行业。制造业的适用税率从16%降到了13%，是下降幅度最大的行业之一。二是进一步扩大抵扣范围，国内旅客运输服务纳入抵扣，不动产一次性全额抵扣，制造业企业相关支出规模较大，受益明显。三是期末留抵退税制度，制造业期末留抵税额占比最高，将是这项政策的最大受益对象。企业获得减税资金后，将拥有更多的资源用于设备更新、技术创新和升级改造。制造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产业，制造业享受的减税红利还将通过价格机制由产业链条层层传递，让更多的行业受益。此外，针对部分纳税人因进项税额减少，税负可能出现上升的情况，对适用6%税率的生产生活性服务业纳税人采取了加计抵减10%的政策，并按最大口径明确加计抵减政策，确保所有行业税负只减不增。实质是一项税收优惠，只要一般纳税人在规定的期限内提供的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服务和生活服务的销售额和技术占他全部销售额的比重超过一半，就可以享受加计抵减政策。另一方面呢，只要纳税人符合了条件，那么他所有的进项税额都可以加计10%来抵减应纳税额，不用再区分他进项税额的构成。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教育部的消息。日前，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2019年普通中小学招生入学工作的通知。通知提出，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入学，确保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政策全覆盖，公办和民办普通高中均要严格按规定统一招生，严禁违规争抢生源、掐尖招生和提前招生等。此外，通知还提出要严禁任何学校收取或变相收取与入学挂钩的捐资助学款，严禁初高中学校对学生进行中高考成绩排名，严禁宣传中高考状元和升学率。通知要求继续压缩义务教育学校特长生招生规模，至2020年取消各类特长生招生。好，我们再来看下面一组新闻。媒体全搜罗，新闻再发现。接下来进入到咱们今天的媒体新势力，上榜的同样是这样三条新闻。昨天啊，我们报道了非法荐股的种种花招。那非法荐股除了通过像微信、QQ 等渠道之外，还有一种呢，是打着投资培训平台的幌子，更加具有迷惑性啊。很多的投资者或多或少都接触过一些所谓的课程培训类信息。那么面对不菲的学费，如何辨别其真伪？如何查证平台的资质呢？近期，上海市公安局破获了一起非法从事荐股的案件，受害人被骗的经历要追溯到2年以前。2017年3月，在上海从事建筑工程的严先生，从朋友那儿听说了一家名为“股轩堂”的股票投资培训机构。严先生自2015年牛市顶点入市之后，股票就一直处于被套牢的状态。
急于改变现状的他，第二天就来到这家机构了解情况。进去的时候，办公室蛮大的，上班的人很多的，对吧？就有一个服务员接待我的时候，给我讲了有大半个小时吧，就是课程上面的东西嘛，这个技术上的东西。反正讲了，我觉得反正我也是想学技术嘛，反正就去交钱。工作人员告诉严先生，公司聘请了知名讲师授课，课程内容主要以技术分析为主。更让严先生心动的是，授课老师还会推荐个股。工作人员罗列了几只过往推荐过的股票，严先生看到这些股票都涨势喜人，当即就交了19800元，报了一个半年的课程。在课程上面把一些股票，一些涨得好的股票拿出来上面分析，他说他在哪个时候就分析过这只股票，给我们学员分析过这些股票，他说你就看看他们都是涨上去了。严先生告诉记者，培训课程每周两节，以直播的形式在网上进行，每节课老师都会推荐两只个股，以中小盘股票为主。但不久，严先生就发现，不同于交费前工作人员的介绍，这些股票并没有如期出现上涨。那段时间，严先生按照老师的方法频繁进行超短线操作，半年下来没赚到钱。你上了他这个半年的课，对吧？这个课程你不是没有听，听了不管有用没用，你是找他退，你拿什么去找他退呢？记者搜索信息发现，股宣堂贴吧里充斥着被骗和维权的字眼。一些学员称自己在缴费时公司承诺稳赚不赔，而缴纳高昂培训费后发现被骗，想退款就再也打不通公司电话。2018年，监管部门陆续接到多名受害人的报案，随后将线索移交至上海市公安局经侦总队。2019年1月份，上海市公安局在上海三地同时打击捣毁了这个非法从事荐股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股宣堂。2019年1月，公安部门共抓获9名犯罪嫌疑人，缴获作案用手机卡200余张、电脑20余台、话术本7箱。经调查，犯罪嫌疑人戴某、舒某自2016年10月注册成立上海元汇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在未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设立股宣堂网站，非法从事荐股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他们模式分两种，一种方式是通过公司的自有团队，然后去随机拨打电话、添加这个 QQ、微信等方式，来通过公司的自有营销团队去发展客户，成为公司的这个客户会员。还有另外一种方式，就是通过发展下级代理商。然后下级代理商有两种方式，下级代理商第一种方式是通过下级代理商的营销团队来发展这个客户，还有就是下级代理商可以再发展再下级代理商，这样一种方式。所以他们这个涉及的人员和面还是比较广的。截至案发，该团伙通过上述方式共计发展会员客户3200余人，非法经营额4130多万元。目前，戴某等5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经营罪已被依法执行逮捕。据犯罪嫌疑人舒某供词，会员年龄多集中在30-40岁左右，公司发展下级代理商共10余家，做推广，做品宣。比如说在这个百度做这个关键词的优化，把我们这个公司品牌往上提升嘛，然后可能说你一搜股票，然后就会一搜学习啊，然后一搜这些，就是我们这个公司的网站就会在百度首版页面进行一个展示，然后客户他有概率点击到我们的这个网站官网。那么对于那些想通过课程的学习来提升自身能力的投资者，如何辨别清楚平台的可靠性，规避没有资质的机构呢？又该如何寻找合法合规的投资者教育课程呢？我们继续来看报道。据办案人员介绍，股宣堂课程分为月度、季度、半年度以及年度，售价从998元到69800元不等。
犯罪团伙在推荐课程时还会承诺学员通过买入讲师推荐的金股，每月可获得6%到45%不等的投资收益。我会以作业的形式告诉你这只个股可能说在未来上涨有一定的空间，那么需要我们共同去验证，那么这个时候会打开，老师会自己打开自己的模拟账户，那么模拟进行买入。警方提醒，当前一些机构和个人抓住部分投资者的求富心理，非法荐股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在网络平台呈现蔓延势头。投资者在选择投资课程时，可以去证监会官方网站查询平台是否具有证券投资咨询业务的资质。大家打开官网之后，在首页上会看到一个信息公开栏目，然后点信息公开进去，会有个信息检索这个框，我们在框里面打投资咨询四个字，然后点检索出来第一条，大家可以看啊，第一条就是证券投资咨询机构名录，这个是会实时更新的，一般延迟就一个月左右，最新我们看到现在就是2019年1月份的那个符合证监会批准的一个投资名录机构，点开来之后就可以下载一个 Excel， 截止到1月份一共批准了，全国批准的是84家。确实哈，这非法荐股真是害人不浅啊，打击这些不法分子还得监管给力，发现一起要惩处一起，绝不能姑息，让非法活动没有生存的土壤。另外一方面呢，咱们投资者呢也要保持理性啊，对于收益的预期要坚持价值投资，面对诱惑要不为所动，别让自己的钱最终落入了骗子的口袋。真要想学习相关的一些投资方面的知识，一定要到证监会的官方网站上来进行查询，选择具有资质的机构和平台，不要随意轻信网络上的推荐。投资炒股要谨慎，帮助他人的时候啊，也要谨防被骗。可能很多人还记得，去年呢，曾经有犯罪嫌疑人是通过微信伪装成温柔有爱心的支教女孩、自强不息的卖茶女孩，得到受害人的同情之后骗取钱财。如今呢，虫草姑娘又上线了。近日，上海市警方就捣毁了一个由30多人组成的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妙龄少女呢，号称家庭贫困被逼婚，唯一的出路呢，就是靠卖虫草用于退还聘礼，就把价值可能只有10几元、20多元的虫草呢，卖到了100多元一根。这就是被害人微信朋友圈里的那名少数民族女孩，她自称由于不愿意接受小时候定下的亲事，不得不廉价变卖家里种的优质虫草来退还聘礼。被她的遭遇打动，李先生和顾先生分别给她打款3万元和4万元。出于一个同情嘛，她说什么嫁给四兄弟，我觉得感觉不可思议。她是说会给我点虫草，然后做就是可能做一些什么补偿，然后我是没有接受。今年1月，长宁警方经过大数据比对侦查发现，所谓虫草姑娘故事其实是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演绎的话术剧本。随后警方在江西省新余市某商务楼内当场抓获了这伙正在实施诈骗的所谓虫草姑娘，缴获40余部作案手机。手机中所涉及到的微信支付密码以及登录密码都是由他们老板一手掌控的。每个虫草姑娘微信号里都添加了大量30到50岁男性网友，每个微信号由一男一女两名犯罪嫌疑人共同运维，男性负责打字、发图、发视频，而女性则负责语音聊天。照片找模特去拍的。去哪里拍？西藏，找了6个模特。这出卖虫草退婚的苦情戏骗得了不少好心人的小额捐赠，而对于出钱买虫草的人，他们则贱买贵卖。他们一般是20元进价，100块那个卖给被害人。警方介绍，类似虫草姑娘、茶叶女孩的案件，其实是网络购物类诈骗和交友类诈骗的结合。那为什么去选虫草、茶叶这种东西呢？因为这个东西对这个鉴定也好，对这个市场的估价也好，它这个浮动价格比较大一点。他也希望去钻这个空子。目前30多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拘，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之中。看了这个新闻之后啊，不禁想起了一句话啊，就是真是戏精套路深啊，不少人都中了招。据统计呢，短短3个月的时间呢，全国各地就有近300人被骗了80多万元。其实啊，这种骗局呢，都是换汤不换药的。咱们只要认准一个道理，
做好事帮助他人没错，但是做之前呢，一定要多问几个为什么，多方印证，然后综合判断情况是否属实，保持头脑冷静清醒，才能不让骗子有可乘之机。好，咱们再来看下面一条。近日呢，西安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大一女生何静啊，因为手绘的实验报告是在朋友圈走红了。不仅书写的十分工整，特别是采用了素描手法绘制人体骨骼图，也是清晰如照片，引得很多网友纷纷为她点赞。本来就是挺喜欢画画的，它更形象一点，便于记忆。我看实验室有很多这种人体标本，那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个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有点害怕？也可能是因为胆子比较大，也是比较新奇，那个时候已经就是很坚定的去学医这个道路，所以并没有怎么害怕。选择这个专业其实原因挺多的，首先是因为自己以前有过这方面的想法，另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农村的，然后我妈妈要靠打工然后来照顾我们，就是她工作环境也比较危险，经常会受伤什么的，她自己肝脏本身也有问题，所以就是更坚定了我选择这个行业。真是一位有心的姑娘啊，将来毕业之后应该也会成为一名尽职尽责的好医生。其实呢，像这样的事儿我们之前也报道过很多次了，一些医生护士呢不仅拿得起医疗这个器械啊，同时还玩得转画笔，手绘的也是有模有样，不仅让病人了解了病情和治疗方案，心中呢多了几分踏实，也给医生日常平时辛苦的工作增添了几分乐趣。希望世间的每一份善意和付出都能换来更多的温暖。好，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新闻，接下来是由龙阳为您带来今天第一时段的看天下。第一时间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受到冷空气的影响，26号开始呢，甘肃酒泉出现了大风沙尘和降温，部分地区的阵风达到了7到8级，并伴有扬沙。截至27号上午12点，大风继续发力，酒泉最大风力为5至6级，阵风达7至8级，沙尘也持续蔓延扩散，局地出现沙尘暴，气温也有所降低。27号上午，酒泉市气象台再次发布大风蓝色预警信号，到28号，整个大风沙尘天气将趋于结束。在酒泉城区，大风袭来，道路能见度明显降低，远处的高楼笼罩在沙尘中，行人纷纷戴上口罩帽子。为了减少大风沙尘对空气的影响，环卫部门及时出动一尘车洒水降尘。在酒泉市宿州区银达镇，农技人员来到各产业园区，指导农户及时在温室大棚外覆膜上增加压膜绳，加固立柱和支架，防止大风接膜损毁设施。我们看到风起来了，我们就跑到这棚子上来，看到哈这个挂掉的塑料嘞、压子啊，那就得泡沫嘞，不是不，害怕风越刮越大了，把我们的棚刮掉了，我们菜就冻死了。其实不只是甘肃啊，昨天在北京呢，很多人也都感受到了，明明上午最高的温度已经跑到了21度，但是到了下午突然就刮起了大风，而且气温来了个直接跳水。下午的时候，北京多区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中央气象台呢也是预计从今天开始，北京市的气温会来一个打对折，最高的温度只有11度。那么这两天的天气会怎么样发展？还适合出门踏青赏花吗？我们请气象主播来介绍一下。早上好，伟伟。早上，洋洋。今天北方多地外出踏青赏花的步伐可能要被迫暂停了啊，因为会迎来降温。那么尤其是华北黄淮是这次降温的主阵地，不少地方的单日降幅都是能够达到甚至是超过10度的。那么省会级的大城市当中，比如说北京、石家庄、济南，今天的单日降幅就都是能够达到10到15度之间。我们具体来看一下石家庄，昨天的最高气温还有24度啊，今天呢就会降到只有11度了，单日的降幅达到13度，可以说身体感受到的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等会儿出门的话，一定要注意多穿一点。
而在南方呢，今天在这个冷空气先头部队的影响之下，气温暂时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但是呢，这个月底到下月初，随着冷空气主力部队南下，南方多地的气温也将会出现剧烈的下降。我们也看一个代表城市，比如说杭州，30号的时候最高气温还有24度，到31号就会降到15度，单日的降幅也是达到9度，气温从之前的明显偏高转为偏低，也是要注意多注意了。那么另外呢，需要提醒大家是清明假期过后啊，冷空气活动依然比较频繁，而且气温还会继续出现波动，所以说大家暂时不要把厚衣服完全收起来。洋洋，雨水方面的情况怎么样呢？昨天南方的雨好像下得挺大的，今天会怎么发展？微微。今天南方下雨的地方还是不少啊，不过这个强降雨的区域呢，跟昨天相比是略有调整。今天强降雨的地方呢，是主要出现在广西的中西部、湖南的东北部、江西的北部以及浙江的中南部等地，都是会有大到暴雨出现的，并且呢，不少地方下雨同时出现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可能性非常的大，对于航班、高速出行都会产生影响。建议大家出发之前最好是咨询一下道路的通行状况以及航班是否延误。而在市区内出行遭遇到强对流天气的时候呢，一定要立刻转移到有防雷、防风设施的室内，远离活动的广告牌、危险建筑物等等。那么另外呢，今天在华北的一些地方也会出现小雨或者是雨夹雪的天气。那最近的华北天气非常非常的干燥啊，下点小雨雪反倒是一个好消息。我们先聊到这儿。当地时间27号，美国波音公司在华盛顿州伦敦市发布了737 MAX 机型软件升级计划，受此推动，当天纽约股市波音股价涨幅超过1%，收于每股374.210美元。印尼狮航和埃塞航空两起空难之后，舆论主要集中在波音737 MAX 机型因数据传感器反馈数据错误而引发的飞机防失速系统将机头下压问题。波音公司表示呢，此次软件升级之后，防失速系统在出现问题时只会将机头下压一次，飞行员则可以更大程度地在控制飞机。同时，波音公司对飞行员驾驶舱显示器及部分飞机硬件进行了补充说明或改进。波音公司还要求相关机型的飞行员需完成21天或更长时间的学术和模拟器培训。目前，波音公司正在与美国联邦航空局和其他监管机构合作，寻求对这次升级进行认证。波音737 MAX 8在国内被称为737-8，继率先要求国内航空公司暂停波音737-8飞机的商业运行后，近日中国民航局又向国内各运输航空公司签发了通知，将暂停受理波音此机型的试航证申请。目前事故调查尚未排除飞机设计问题，波音公司正在对飞机有关系统进行更改设计。考虑到当前飞机试航性存在不确定性，经研究，民航局决定暂停颁发737-8飞机的试航证申请。根据中国的民航法规，一款民用航空器要进入中国市场，必须取得型号合格证、生产许可证以及单机试航证。暂停颁发737-8飞机的试航证，意味着即便波音恢复交付，国内航空公司也无法接收这一机型。此外，25号，中国航空器材集团有限公司与空客公司在法国巴黎签署了300架空客飞机的批量采购协议，这笔订单价值预计高达350亿美元，这对疲于应付最畅销机型停飞的波音公司无疑是又一打击。再把视线转向英国，为了使英国平稳有序脱欧，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又有新动作。她表示，如果脱欧协议在议会表决当中通过，她将辞去首相职务。当地时间27号，特蕾莎梅承诺，如果她与欧盟达成的脱欧协议在第三次议会表决得到通过，她将辞去英国首相职务，并表示不会参加与欧盟下一阶段的谈判。但特蕾莎梅没有给出具体的辞职日期。据路透社报道，已有约20名保守党内强硬脱欧派成员表示转而支持脱欧协议，其中包括英国前外交大臣鲍里斯·约翰逊。对此，英国主要反对党工党领导人科尔宾表示，特蕾莎梅此举表明脱欧谈判与党争有关，而与公众利益无关。同一天，英国议会下院投票正式确认推迟原定于本月29号的脱欧，目前脱欧最终期限仍没有确定。
好，我们再把视线转向美国。美国中西部多地近日遭遇洪灾，并导致人员伤亡。目前，美国多州已经发布紧急声明，数千人紧急撤离。美国中西部多个州因暴雨和融雪遭受洪灾，大雨和融雪淹没了道路、田野和社区，至今已造成两人死亡、两人失踪，上千民众需要疏散。内布拉斯加州、威斯康星州和南达科他州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包括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在内的多个地区受洪水影响最为严重。同样在中西部，密苏里河及其支流的洪水已经造成至少$30亿的损失。据统计，爱荷华州从上周开始已累计疏散了近2000人，政府也开放了7个庇护中心。气象专家预测，上述各州连同明尼苏达州本周仍将面对水患，下游的密苏里州也正加强防洪。威斯康星州州长托尼·埃弗斯在一份声明中解释说，持续降雨导致大量积雪融化，引发洪水、冰堵、河流水位上升等现象。他表示，正在与州紧急机构合作，尽可能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财政部等四部委26号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知，对新能源乘用车、新能源客车、新能源货车三类汽车的补贴标准和技术要求作出最新规定。在规定中，2019年补贴标准在2018年基础上退坡约50%。不过，记者注意到，新政在退坡当中依旧给给予了3个月的过渡期。按照2018年的补贴标准，续航里程150公里至200公里的纯电动乘用车补贴1.5万元，200公里至250公里补贴2.4万元，250公里至300公里补贴3.4万元，300公里至400公里补贴4.5万元，400公里以上补贴50000元。而根据通知的最新规定，纯电动汽车的续航里程门槛提高到了250公里。分为续航里程250公里至400公里、400公里及以上2档，分别享受补贴1.8万元和2.5万元。专家表示，这次的补贴政策变化将会引导产业减少对政策的依赖，更加注重消费者需求，进而对整个产业进行优化。跟以前比力度比较大，但是上可能会接近要50%多到60%这样的比例。以前呢，补贴的力度比较大，大家是按照补贴的标准再去开发车型。那现在补贴少了，大家在新车型的开发的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去瞄准市场的需求。此外，在通知中提到，要将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转为支持充电、加氢、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等方面。专家认为，未来基础设施的补贴有多种模式可以探讨。还有一种模式，我去补电费，我如果在这块去补贴的话，我降低了服务费和电费，那客户使用快充桩时候整体的成本是下降的。或者在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中，你也可以给他提供低息贷款，甚至无息贷款或者融资租赁，让他的这个建设成本更低。新能源车补贴退坡比例超50%，反映在销售终端的情况又如何呢？这些差价将由谁来承担呢？我们来看记者走访了北京车市之后了解到的情况。在北京一家新能源车展厅，李先生刚刚试驾完一款车，他准备年底购置一辆新能源车，正在向销售人员了解价格详情。是否有了解这个补贴方面稍微有一些减少？这个还不太清楚啊。我目前觉得它这个售价是我能承受的一个范围，所以说补贴不补贴还 OK 啊，当然是补贴更好嘛。为了留住这样的客户，这家车企在昨晚紧急制定了过渡政策。从现在开始到4月1号，如果你支付了定金，并且在4月30号之前完成提取车辆的这个用户的话，我们会执行45000块加上13500块的这个补贴政策。这是一个过渡期的一个特殊政策。普经理表示，在4月1日过渡期后，车企将执行新的售价。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像这样自掏腰包消化补贴的车企不在少数，包括广汽、比亚迪等新能源车厂商纷纷发布了不涨价公告。
但对核实调价暂未做说明。业内人士表示，补贴退坡的力度加大，也将倒逼续航里程少、整车价格低的车型陆续停产并退出市场。现在随着补贴的下降，还有续航里程的增加呢，最早大家预想只能几万块钱的车会越来越少，现在的续航里程普遍都是400公里或者400公里以上的，最低的没有低于300的。随着大家对新能源汽车有信心的增加呢，价格更高一些的新能源汽车呢，大家也是可以接受的。这次的退坡力度比较大，必然会给新能源汽车企业的经营带来较大的压力，也只有如此会倒逼了企业全方位的进行限本，包括规模限本、技术限本，第二方面里头的话就实现产品技术升级，然后提高产品的议价能力。备受关注的是呢，刚刚落地的新能源补贴政策首次明确，过渡期后对新能源汽车的购置补贴将转向支持充电加氢基础设施短板建设和配套运营服务等方面，而推动充电加氢等设施建设的相关表述啊，也是首次进入到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那么这也意味着充电桩及加氢设施将迎来巨大的发展机遇。充电桩其实我们见过不少，那这个加氢站到底长什么样子呢？他们又是如何运营的？我们跟随记者一起到上海的一个加氢站去看一看。这里是位于上海嘉定的安亭加氢站，从外观来看呢，这个跟普通的加油站呢好像区别不大，但在我的身后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多了像储气罐、压缩机这样的设施，来给汽车加注加压后的氢气。通过这个管束车啊，把氢气呢送到我们站里面，它送来这个压力呢只有20个兆帕，啊，然后呢通过我们站上的压缩机，把这个气体呢增压到45兆帕，啊，储在我们站上的固定的储气瓶里面，我们这个站是35兆帕，就通过咱们10个兆帕的压差，来实现给车辆这个加注。安亭加氢站于2007年建成。目前每个月的供气量在2500公斤左右。记者在现场看到，需要加注氢气的车辆在进站和出站前都要经过工作人员的气密性检查，确保没有漏气才能进站或者离开。整个加气过程跟普通加油类似，乘用车一般3分钟左右就能加满，公交车时间较长，需要10分钟左右。阮伟民坦诚，现在加氢站没有补贴，处于亏损，需要靠其他业务进行弥补。他也给记者算了笔账，目前氢气出售价格每公斤70元，公交车跑100公里需要约8公斤，也就是560元。如果使用柴油，100公里只需要200多元，使用氢气成本偏高。而如果是普通乘用车，跑100公里需要约0.8公斤氢气，相对应就是56元，与汽油车成本差不多。以后随着产业做大，加氢气的车越来越多，成本将下降。随着咱们这个加氢的车辆越来越多，我毛利高了，就可以分担这些成本了。我加氢的氢气的价格就会下降，一般来讲可以降到40块钱一公斤左右。对此，业内人士也表示，政策的利好将进一步推动氢燃料电池产业的加速发展。氢能源燃料电池是非常热的一个题目。就是有人说是继锂电池以后的下一个风口，因为它代表着这种更高效、更高能量密度的储能方式，而且它在使用过程中也是零排放的。但是，整个中国在氢能源燃料电池的这个产业方面的和世界水平还是存在一定差距的。所以在这个领域，如果能继续保持除了对充换电设施的支持以外，也保持对氢能的这个基础设施加氢站的补贴的话呢，能让氢能源燃料电池这个产业在中国发展得更快。这就意味着我们未来的这个社会可能是多元的能源结合的一个社会。今天的互动话题啊，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事儿。此次新政呢，会影响您的购车计划吗？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您还有什么建议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第一时间的官方微博、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讨论当中。现在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选择摇一摇当中的摇电视，摇动手机还可以进入到抽奖页面，每天我们都会免费送出，欢迎您的参与。再来看下一条。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工业企业财务数据显示，一到二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7080.1亿元，同比下降14%。部分重点行业利润下降和春节假期因素是影响到工业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经测算，剔除掉春节的因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与上年同期持平略降。一到二月份，工业企业利润下降较快的行业有汽车、石油加工、钢铁、化工等主要行业。这四个行业累计利润总额减少达到1167.4亿元，合计下拉利润增速14.2%。扣除上述四个行业的影响，规模以上工业利润同比增长0.2%。此外，与上年一到二月份相比，今年春节假期因素对工业企业生产经营影响周期更长，工业生产销售增速均有所放缓。业内人士表示，目前利润下降较为明显的是上游原材料行业，但上游工业品价格的下降反而会对下游企业的成本有所改善。去年和前年，那么相对来说，这个工业的这个价格的分化也很严重，所以导致它的这个利润的分化也很重。那么由于这个从去年八月份以来 ，PPI 是持续的一个回落的一个态势，上游的原材料的这个价格回落，那么对下游企业来说，对它的成本是一种改善。尽管工业企业整体利润增速下滑，但消费品制造业、主要装备制造业行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企业资产负债率继续下降。26号，记者从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专项调查组获悉，牡丹江漕源违建问题初步查明，涉事企业黑龙江漕源文化投资有限公司存在违法采伐、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等行为，被责令自行拆除。目前漕源违建已着手以自拆，漕源大门于昨天上午被爆破拆除。经调查组初查，涉事用地坐落于中国农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牡丹江军马场事业区，林地权属为国有，在全国林地保护利用规划中为三级保护林地，经审批可以利用。该项目于2006年取得了2.7667公顷使用林地审核同意书，但在项目建设过程中存在违法采伐、违法占地、违法建设的情况。2006年至2018年，共违法采伐林木1416立方米，违法占用林地19.05公顷，违法建筑面积9492平方米。调查中未发现建设高尔夫球场和狩猎场。调查组指出，对已建设项目要坚持依法依规、实事求是、区分情况、分类处置的原则；对已确认按法律规定必须拆除、无法通过改正措施消除影响的16处建筑物和构筑物，责令涉事企业立即自行拆除并尽快恢复植被；对与项目功能密切相关或具有公益属性且对生态没有影响或通过改正措施能够消除影响的，责令涉事企业限期整改补办手续，如逾期不办责令其拆除。调查组介绍，现阶段已初步认定相关部门和中农发展集团牡丹江军马场部分工作人员涉嫌失职失察，建议依法依规严肃追责，同时根据进一步调查结果，追究涉事企业黑龙江漕源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违法责任。近年来，一些国外的高档观赏鱼逐渐进入到国内市场，开始热销。旺盛的市场需求和高额的利润让一些不法分子铤而走险。日前呢，海关缉私人员就发现有人用伪报品名、低报价格这样的方式企图走私观赏鱼。日前，上海海关和广州海关的缉私部门陆续接到群众举报，一些经营进口观赏鱼的商家向海关申报进口时提供虚假或偷漏海关关税，赚取大笔额外利润，扰乱了国内正常市场价格。观赏鱼行业呢，圈子较小，这个相对封闭，那么呢，整个行业之间呢，会有一种相对默契的一个行业所谓的，报关风险价，以此价格呢向海关进行申报。在掌握了相关走私团伙大量证据之后，海关缉私部门集中开展了打击行动。这是拘船证，现在依法对你执行拘船啊。通过搜查，缉私警察发现一些境外供货商、经营单位和实际货主三方勾结，篡改观赏鱼实际价格和进口数量，制作虚假合同及健康证和检疫证明。同时，海关发现嫌疑人通过低报价格赚取的差额款，涉嫌通过非法途径转移给境外供货商。那转款怎么转啊？
转款的话是就是通过报关公司转一部分，再就是他们自己在国内他有账号就转给他们就行了。以亚洲龙鱼为例，实际的购买价格是350美元平均一条，而行业内他制定的报关价格呢是只有40到50美元一条，这样的话低报幅度就达到80%。观赏鱼进口后，货主在国内设置展示和养殖的门店，之后通过淘宝、微信、论坛等网上交易途径，将走私进口的观赏鱼销售并发往全国各地。截至目前，上海海关和广州海关缉私部门共打掉6个走私进口观赏鱼的团伙，抓获14名嫌疑人，案件涉及从南美和东南亚国家进口的观赏鱼，案值达到9200余万元人民币。农作物的生长离不开水分肥料，近年来在广东不断推广的水肥一体化技术，让农户降本增效的同时，生产生活也变得更加轻松了。在广东惠州，当地农户手持遥控就可以轻松地完成浇水施肥的全过程，我们请到现场去看一看。唐尚全是广东惠州一家农场的负责人，记者见到他时，他正在给自己农场里的茄子地浇水施肥，现在他只需要按一按遥控，浇水施肥可以同步完成。浇水施肥吧，叶面肥啊，水它就直接在叶子上。遥控能控制啊，在4到500米啊，每天如果温度在30多度以上就要浇2次，如果30度以下浇1次就可以了。唐尚全告诉记者，每年3月正是广东惠州当地的茄子丰收的时节。2年前，他们农场花了20万元左右，完成了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技术改造，让肥料溶于水中，随水灌溉。这样既提高了肥料利用率，又易于被瓜果所吸收。相比人工撒肥，还能节省大量的人工。你一个人要管多少亩这样的？一个人啊，一个人能管100亩。康轩是惠州当地农业部门的一名技术推广员。他告诉记者，他们经常要到乡下指导农户如何掌握这项技术。目前当地已建立荔枝、柑橘、火龙果等多种作物水肥一体化示范区30多个，示范面积5000多亩，应用水肥一体化技术3.6万多亩，示范区实现节水50%以上，省工60%以上。如今在广东，越来越多的农户开始用上了水肥一体化灌溉施肥技术。这种技术啊，具有节水省肥，还有改善土壤微环境、减少病虫害、提高这个产量和品质的这么一个作用。水肥一体化只是广东智慧农业发展的一个缩影，高效率、智能化、精准化的智慧农业也让农户们尝到了增收增产的甜头，吸引了越来越多的种植大户加入。继续来看记者的报道。记者在广东惠州龙塘村的一个蔬菜大棚里看到，农户一边忙着收割蔬菜，另一边同时播种育苗。在这一片无土栽培的我们叫蔬菜种植基地里，我们看到智慧的元素是无处不在。比如说在育苗的移栽过程当中呢，过去如果通过人工的话，1小时只能种植50盘，那现在通过自动的播种机啊，1个小时能够种植600盘，可谓效率是提高了10倍以上。记者了解到，跟传统的农耕种植相比，这种无土栽培的蔬菜不光产量高，生长的周期短，还节省人工和用水，同时也吸引了当地越来越多的种植大户加入。杨春贤就是其中之一，他先后投入了1000多万元改造了蔬菜种植大棚。如今他种植的330亩大棚蔬菜，除了供应周边城市外，还有大量蔬菜进入了香港市场。今天是最后一天，上午已经发出去2车了，我们一天最低是要1万斤左右，就是如果天气好的话，又达到1.5万到2万斤那样子。智慧农业的快速发展给惠州农业插上了科技的翅膀，带动了农民增收致富。近5年来，惠州农业科技贡献率从61%增长至66.7%，年均增长2.3%。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4364.4元增长至21039.1元，年均增长10%。接下来我们再到福建去看一看，在福建龙岩市永定区的初溪村土楼群的周边有2000多亩的梯田。接下来我们跟随镜头到现场去看看那里的春耕景象。
在上海西蛇山西南处啊，这个隐藏着一处悠久的历史、土生土长的茶园。阳春三月，蛇山的茶树吐绿，第一批明前蓝茶开始采摘。我们一起去看一看。这片茶园就是蛇山西山茶园，趁着春光正好啊，不少采茶工们都已经开始忙碌起来了。那么接下来，让我们跟随镜头和我一起体验一下整个蛇山蓝茶的制作过程吧。制茶的第一道工序便是采茶。满山坡绿油油的茶树中，系着头巾、戴着竹筐的采茶女们穿梭其中，开采第一批蛇山蓝茶。那阿姨，怎么样的芽是可以采的呀？啊，像这样也可以说采的。这个呀？啊，这个一直不要。那我看一下。哎，就这样。这样有什么？为什么说这样的芽可以采呀？这个一个心一个叶子。一个心一个叶子。就这样，一个心一个心可以。经验丰富的采茶工一天采摘8小时，也仅能收获1斤嫩芽。采摘下来的嫩芽经过挑选阴干后，还要经过杀青等10多道复杂工序，才能成为合格的蛇山蓝茶。以前蛇山蓝茶是全程手工炒制，近几年茶园引入了自动炒茶机，但最后一道炒制工作仍是由经验丰富的老师傅手工操作。人工炒茶这一步又叫灰锅，炒茶时铁锅温度可达120度以上，为控制茶叶的水分，打造最佳口感，炒茶师傅需徒手在锅中不停翻炒，长时间接触高温，再有经验的师傅也免不了被烫出一手水泡。回锅就等于炒干，经过回锅了嘛，里面水分都那蒸发掉了。炒制完成的茶叶经过15天左右的吸潮便可饮用。明前的蓝茶冲泡后，汤色橙绿，色翠味清，在水中朵朵绽放，还有一股特有的兰花香气。随着气温的回升，在安徽皖南山区黄山市歙县海拔近1000米的黄田乡吴公岭村，800多亩高山梯田白茶进入到了采摘期。得益于独特的山地气候，预计今年的茶叶亩均收益可达近万元。平均海拔800多米的吴公岭村，四周群山环绕，被誉为岭上人家。层层青石砌就而成的800亩白茶园涉级而上，蜿蜒起伏，是国内鲜见的只见青山不见田的岭上高山茶园。时下正是当地茶叶吴公岭白茶的采摘季，高山梯田里随处可见茶农忙碌的身影。我们采茶的时候，采这个白茶一天可以采15斤，一天有15-18块钱差不多，那个价格中等的呗，2-3万块钱一天都有的。据了解，受皖南特有的小气候影响，加之处于北纬30度黄金作物线上，吴公岭白茶清鲜爽口，淡香存久，因此市场价格也是一路走高，品质好的白茶鲜叶甚至可以卖到200元一斤。我们目前吴公岭白茶呢，主要走的是精品化路线，产量的话不是很高，大概也就3000多斤，市场价格的话是1000多到3000多。我们这个茶园啊，在改良之前，每亩呢只有1500到2000元左右的经济收入，现在呢，在市场行情好的情况下，每亩能翻3到4番。山上忙采茶，山下销售旺。据了解，近年来吴公岭白茶通过网络来拓展销售渠道，实现互联网线上平台与传统茶叶经营模式的紧密对接，网络销售的比重与日俱增，预计整个茶季白茶销售额能够达到600多万元，农民收益近100万元。再把视线转向广东，在潮州市凤凰镇啊，又迎来了春茶的采摘季节。连日的阴雨之后，茶农们终于盼来了久违的大晴天，茶区处处都是采摘春茶的繁忙景象，也飘散着沁人心脾的茶香。潮州凤凰是单葱茶主产区，走进茶区，放眼望去都是层层叠叠的茶园，从福建、江西等地来的采茶工人正忙着采摘今年的第一茶春茶，往日宁静的茶园也变得热闹起来。那采茶叶一般7点半嘛，收到11点半回家，一个上午4、5坑吧。茶农李传新一家正忙着对上午摘回来的茶叶进行晒青、杀青、烘焙、晾干。李传信承包老茶田100亩，每年产茶3000多斤。今天要带了就是有一颗那个暖汤。那早晨今天存到两个
暂时是参差不齐。伊生了有大有小，甚至就当带跌了三四过。那山山林较少，两个人无得影响。就带参差不齐，伊就增加工了种。这跟带也伊个成本也是花高，比偏贵。摘好的茶叶是制作好茶的前提。茶农文国营也趁着好天气，在自家门前的空地上翻晒刚采摘的茶叶，根据天气情况赶制春茶。那做的快好点呢，伊就就好在就那天时地利咯。计计呢就是，咱自己有天时啊采摘个时间上，就冬奥节采摘时间上，伊是做的是比较好。计计就是咱植咩个也个碰车，计那有只古话叫做呐。日晒香会晒食，日熬就有太阳，如果太阳晒有变晒青呢，底就基本就做得比较好。我感觉就等时间在底饲料好在基本个香气还是稳嘛。据了解，目前采摘的是凤凰山上的低山茶叶，高山茶要多等十多天后才能开始采摘。品种方面，目前开摘的是白叶单葱，其他品种如巨朵、通天香等，接下来才能陆续采摘，预计五月初才能完成春茶采摘。去年干旱少雨的天气对茶树的生长造成一定影响，但对于今年茶叶的产量，茶农都持乐观的态度。目前凤凰镇共有茶园7万亩左右，预计今年春茶总产量将达1000万斤。